检警察对远景美站守望勤务时，发现站体人员与一名男子发生争执。经查处，该男子为无业游民，且长期占用站体充电区。处理过程中，游民以不当言辞辱骂挑衅，远景一时情绪失控予以回击，针对男子言语挑衅出手。攻击远景等情及远景情绪失控、过度使用强制力的部分，除从重追究远景相关行政责任之外，并依法送办。